料呢就是最佳中距离马这个奖项的是颁给今季1800米至2200米以下赛事当中表现最优秀的马匹。现在先看看候选名单下。最佳中距离马候选马匹。The nominees for champion middle distance。闲话一句。Collection。自由好。Thumbs up。爆冷。Viva Pataka。香港赛马会冠军人马奖最佳中距离马得奖者是爆冷。请阿郑生咧，将最佳中距离马嘅奖咧就颁俾何博士嘅。我今日好高兴，我只老马7岁啦，都能够攞到个奖俾我，因为我只马咧虽然系老7岁，但系佢有火气，有勇气。好似我自己咁，佢都唔認老，咁啊好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